Baby， 你在看什么？你要投资哦？嗯，我们小 Baby 快要出生啦，我在想从孩子出生到成人，要帮他存多少钱呢？哎，我才怀孕两个多月，都还是秘密，你会不会太早计划了？怎么会早嘞？身边没有点钱怎么行？你看，从你怀孕到现在，我开始学习投资权证啊，这5万块现在已经变20万嘞！真的假的？那我可以先买一个名牌包吗？不行。那精品婴儿车？婴儿车可以考虑。Baby， 怎么办？我想要投资理财，可是我们的积蓄根本就不够用啊。放心，投资权证的资金门槛很低，而且我早就把股东都找好了。我爸、我大伯、三舅公，他们都是我们的金主啊。哇，你也太多金主了吧。 Come on， 他们有钱出钱，我负责动脑，看涨买认购，看跌买认售。来 ，baby， 吃水果。嗯，好。哇，这是天气长哎，不错。嗯，这杠杆蛮大的。哎，这只价差小也 OK 啊。哎，你不要这样乱买啦，要不要再看仔细一点呢？有啊。天哪，你疯了！你一个小时之内买了20万的权证呢？怎么了吗？才20万啊！哎，周贤忠，你在干嘛？玩 game。你不要再打电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小美说她男朋友因为玩权证赚了一笔钱呢，买个名牌包给她。拜托，权证是我叫她去买的，好不好？不然她只能买山寨包，好不好？哎喂，哎我阿中啊，哎你买哪只权证赚钱啊？